刚刚提到啊，中华邮政出去招租的案子，我看得非常的痛心啊。我特别看了 PC Home 一直在帮我们国家的电商要打开空间的负责人做出来这么沉痛的指控，这个政府里面的蟑螂有多少在搞这种事情呢？刚刚主委说这件事情不是按照政府采购法，是按照他们招租嘛，那跟公共工程委员会有什么关系？这个案子跟公共工程委员会有什么关系？他不是用采购法，所以就不在采购法主管。对啊，所以跟公共工程委员会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现在我就问一个最具体的问题啦，包括 PC Home 的总经理，包括中华邮政的总经理，大家出来控诉，有政治力介入，有上层指示，有人出来瞧，出来瞧的这件事情，公共工程委员会有没有参与？没有。确定没有？没有。确定没有？没有。好，公共工程委员会苏主任秘书有在吗？请上台。你去瞧这件事情，没有跟主委报告是不是？报告员，这是一个立法院的协调会。所以呢？啊，你回去不用跟主委报告吗？可以吗？人家按照采购的文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关你什么事啊？包委员是委员办公室呢，请我出席。你回去有没有跟主委报告？会在会里面有说明。你在会里面跟谁说明？刚主委说没有啊，信誓旦旦在这边说没有啊。他不知道他的主任秘书背着他在后面做这种事啊。报告委员，应该是说主委。对不起哦，你有没有跟主委报告？有没有？我没有写。好，来，主委，你的主任秘书承认了哦，他回去有没有跟你报告？立法委员对这件事情邀请我们开会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吧？不知道。好，不知道。那天你们主任秘书去做了什么事，参与什么角色，会后一个书面报告给我，可以吗？可以。好。